嗨，我是陆克智能看护 AI 摄像机，每天一睁眼看到熟悉的家人，不过有些画面是我不愿看到的，但是还好我看见了。学习了几千种跌倒模式后，我掌握了跌倒检测的全部技能，第一时间把看见的危险告知家人。爸，爸你怎么了？爸你别着急，我这回上路上。还有那些看不见的风险，我也会提前预判。而我最喜欢看到的是一家人快乐的生活。我会把这些美好的时刻都记录下来，介绍一下我的拍档陆克掌心锁威武，我们一起守护家的安全。这就是我陆克智能看护 AI 摄像机。